挑战五千预算，找一条飘花手镯，到底能不能找到？走 Q 场。看啥书？你看那么认真呢？没啥，看一下。哇，变通，受用一生的学问，这书受用一生，家都看半本了。还好吧，跳着看呗。跳着看。你这眼镜属实没白戴，一看就是一个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内涵的人。超哥，这镯多少钱？能不能变通一些，便宜点？你这话题跳得有点快。你还有那么多料子呢，就让我一个呗。这个好的呢。哎，啥、啊、好不好的啊？这一万多的，真的，我已经变通了，不然给你开都开两万了。你这书不能跳着看，你还得一页一页看呢，要不然呢，真的白看。给人家看看品质，你就知道这个不值得，这个好货。不就是一个飘花吗？三千吗？我有一本书叫做《为人处事》，智慧书，应该看一下。我没有智慧，我不用为人处事。你就说你卖不卖？不卖。你这书都白看了。你这价格你白给。三千让一条嘛。这一个一万多没给你开价了，弄到市场去卖的吗？四千吧。白说了。好好看，好好看了，飘花挺灵动的，中指也可以，肉质也挺细。这样子吧，那干脆一点，八千八吧，好吧。八千八呀，八千八还行，但是这是给粉丝找的一条飘花，这预算没那么多耶，四千五行不行？给粉丝让条，粉丝预算就五千块钱。能加预算？能加就加呗，你得会变通。这个姐妹预算没那么多，变通一下，你其他那些镯子到时候都拉一拉价都能卖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书没白看，感谢超哥。飘花温柔知性，宛如一幅江南山水图。姐妹们，有怦然心动吗？